天地在北风车道的艳阳，家人们老铁们给我力量，乌来来乌彻底随着奔腾的马蹄，小妹妹吹着口琴，小妹妹吹口琴，夕阳下没了剪影，我用子弹写日记，接下来该换我介绍我自己，我虽然是个牛仔，在酒吧只喝牛奶，为什么不喝啤酒？因为啤酒伤身体。这就是上一次我们说队长没有开的演唱会吗？我今天来了。牛，你这个应该会被放出去吧？肯定会被。我记得第一轮。你们越说他越会放你们。就是。那我们 Q Q 什么 Q？ 是啊，你要学那个呀，打脸，打脸，叫等等等。让马上学一下。老婆说什么？老婆说什么？年少不知口味。年少不知口味。年少不知口味。